杨千嬅都结咗婚一段时间啦，老公婚前送啲花巧嘢，婚后啦实际啲嘅，好似车咁啊。如果老公送车俾你嘅话，你会唔会做埋老公嘅柴可夫司机噶？佢梗系唔会坐我车啦。你知唔知两公婆最罩忌做咩啊？就系、是、一齐揸，就系、是、个老婆揸车，个老公坐隔篱，一定嗌交，一定嗌。除了路线会拗之外咧，一过咗路，即系你成日移行，即系好危险，我觉得。即系佢会喺度移行。好，真系啊！呢个危险程度同醉酒驾驶冇分别嘅，因为真系劲喺行咧，你好烦啊心，但系又有压力，我又唔想衰俾佢睇，觉得我揸嗰手车唔掂，或者你如果你真系试过同我男朋友一齐坐车，同我老公喺隔篱，你会明我呢样嘢嘅，真系。讲到咁难顶咁，但系啊，你两个结婚拍拖都好长时间啫，我就唔信成个过程当中你两个冇试过一齐揸车啦。做咁多年人都有啲人精嘅，我都好醒唔做咩嘅，但有阵时真系啦，我中午唔揸，我就俾佢揸。最多忍佢明明西隧咁近，见佢为咗悭嗰十蚊都塞旧隧，我都忍嘅，有阵时行未假嘛，但系而家真系。而家就真係會兜口兜唔講落去喎。